来，我们的防晒有两款，这个是润色款的，然后如果你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白色，它就是没有润色款，然后那一款呢是连小朋友都可以使用。对，润色的这一个防晒，这一瓶呢很多人把它直接拿来当粉底，因为其实只要你的肌肤的状态好的话，你不太需要粉底，你只要需要一个好的润色防晒，你还可以一直不停的补。让大家看一下它在使用上面呢、啊、其实它是物理性防晒，然后非常好吸收。对，然后呢你看这一款防晒擦上去是不是肌肤状况差非常多，这一款就非常的自然。白色跟这个润色的不一样的差别就是白色洗脸卸掉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个润色因为它其实有一些润色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还是会需要卸妆的产品来做洗卸，所以这一瓶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不好。因为我真的很热爱这一罐呢、啊、我可以直接现场擦给你看左右脸差别，喜欢欸，而且那是因为你是白雪公主肌肤。没有啦，但有时候我没睡好我的皮肤还是会黄啊。它的那个亮我很想跟大家讲，我很喜欢，我喜欢的东西是会擦起来亮亮水水亮亮，我不喜欢雾干干那样雾感的那种。你看是不是？对啊，懂吗？就是你的肌肤的那个是不是平滑度跟它的光泽，近看我还可以这么赞叹，就是真美，对不对？就是防真的没有办法保湿好，然后你防晒做足，其实真的、欸、你真的不需要擦到粉底液。